阿摩斯书第一章：提格亚的牧人阿摩斯，在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的日子，大地震前二年所见的异象，就是有关以色列的话，记在下面。他说：“耶和华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。牧人的草场因此干旱，加密的山顶枯干。”耶和华这样说。 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用打鼓的铁器蹂躏激烈。我必降火在哈薛的王宫，烧毁卞哈达的堡垒。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，剪除雅文平原的居民，以及伯伊殿掌权的首领。亚兰的人民也必被掳至吉尔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这样说：“加萨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带走全部的俘虏交给以东。我必降火在加萨的城墙，烧毁他的堡垒。我必剪除雅什图的居民以及雅什基伦掌权的领袖。我必伸手攻击以格伦，把余剩的非利士人都灭绝。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这样说：“推罗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把全部的俘虏交给以东，并不纪念与兄弟所立的盟约。我必降火在推罗的城墙，烧毁他的堡垒。”耶和华这样说：“以东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拿刀追杀他的兄弟，没有丝毫怜悯。” 他的怒气不断爆发，他的愤怒永不止息。我必降火在提曼，烧毁博斯拉的堡垒。耶和华这样说：亚门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为了扩张疆界，甚至破开激烈孕妇的肚腹。在战争之日的呐喊中，在风雨天的暴风中，我必在拉巴的城墙放火。 烧毁他的堡垒，他的君王必被掳走，君王和官员一同被掳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《阿摩斯书》第二章。耶和华这样说：摩押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，我必降火在摩押，烧毁加掠的堡垒。 在扰攘、呐喊、吹角声中，摩押必被消灭，我必剪除他的掌权者，也把他所有的领袖一同杀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这样说：犹大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弃绝耶和华的律法，不遵守他的典章，反被他们列祖跟从的偶像使他们走错了路。 我必降火在犹大，烧毁耶路撒冷的堡垒。耶和华这样说：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，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，因为他为了银子卖艺人，为了一双鞋卖穷人。他们践踏穷人的头，好像践踏地面的尘土；他们把困苦人应有的权益夺去。儿子和父亲与同一个女子亲近，故意亵渎我的圣名。 他们在各祭坛旁躺卧在别人抵押的衣服上面，在他们神的殿中饮用拿剥削回来的钱所买的酒。我不是在他们面前把亚摩利人消灭了吗？亚摩利人虽像香柏树高大，像橡树那样坚固，我却要灭绝他树上的果子，拔除树下的根。我不是带你们出埃及地，领你们在旷野度过四十年？ 叫你们得着亚摩利人的地为业吗？我从你们子孙中兴起先知，从年轻人中兴起拿细尔人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这不是事实吗？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但你们迫使拿细尔人喝酒，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看呐、啊，我要使你脚下的地摇荡，好像满载河捆的车子摇荡一样。 行动迅速的不能逃走，强而有力的不能施展他的勇力，勇士也不能救自己；拿弓的人站立不住，跑得快的不能逃走，骑马的也不能救自己。到那日，最勇敢的战士也是赤身逃跑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阿摩斯书第三章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要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这些话。 就是攻击他从埃及地领上来的以色列全家，说：“地上万族中，我只拣选了你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。二人如果没有约定，怎会同行呢？狮子如果不是捕获猎物，怎会在林中吼叫？少壮狮子如果没有捕获什么，怎会在洞中咆哮呢？如果没有耳。” 雀鸟怎会掉在地上的网罗中？网罗如果没有捕获雀鸟，怎会从地上翻起呢？城中如果吹起号角，居民怎会不惊慌呢？灾祸如果临到某城，不是耶和华所降的吗？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计划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显示，他就不会做任何事。狮子吼叫，谁不害怕？ 主耶和华宣告：谁敢不带他传话，要向雅什图和埃及的堡垒宣告？你们要在撒玛利亚山上聚集，观看城里极大的骚乱和城中的暴虐。这些人不知道怎样行政治的事，只管在他们的堡垒中积聚暴行和欺压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因此，主耶和华这样说：敌人必围攻这地。 使你们的势力倾覆，抢掠你们的堡垒。耶和华这样说：牧人从狮子口中只能夺回一只羊腿和一角耳朵。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获救也是这样，他们只剩下一角床榻、半边褥子。你们要听，要向雅各家作证，这是主耶和华万军之神的宣告。我追逃以色列的悖逆时。 必要惩罚伯特利的祭坛，坛角必砍下，跌落在地；我必毁坏冬天和夏天的别墅，用象牙装饰的房子必破烂，宏伟的楼宇必归于无有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阿摩斯书第四章，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母牛啊，要听这话：你们欺负贫穷人，压迫穷苦人。 又对自己的丈夫说：“拿酒来，给我们饮用。”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，看哪、啊，对付你们的日子快到，人必用钩子把你们勾走，最后一个也必被人用鱼钩勾去。你们一个一个经过城墙的破口出去，被丢弃在哈门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你们去伯特利犯罪，在极价增加过犯吧。” 每早献上你们的祭物，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吧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把有效的饼做感谢祭献上，高声宣扬你们自愿献的祭吧，这原是你们喜爱行的，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虽然我使你们各城的人牙齿干净，各处都缺乏粮食，但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 我曾在收割前三个月不降雨给你们，我降雨给一个城，在另一个城却不降雨。我在一块地降雨，另一块地没有雨水就枯干了。两三个城的居民挤到一个城去找水喝，却没有足够的水喝。但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我曾多次用热风和煤烂击打你们的原子和葡萄园。 叫蝗虫吃光你们的无花果树和橄榄树，但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我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，正如临到埃及的瘟疫一样。我用刀杀掉你们的年轻人，你们被掳去的马匹也遭杀戮。我使你们营里死尸的臭气扑鼻，但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 我倾覆你们，就像倾覆索多玛和俄莫拉一样。你们像一根木柴从火里抽出来，但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因此，以色列啊，我必这样对付你；以色列啊，因我必这样对付你，你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看哪、啊，他造了山，创造了风，把他的心意告诉人。 他造了晨光和黑暗，他的脚踏在地的高处。耶和华万军的神就是他的名。阿摩斯书第五章，以色列家要听这话，就是我为你们唱的晚歌。童贞女以色列跌倒了，不能再起来，她被抛弃在自己的地上，没有人扶她起来，因为主耶和华论以色列家这样说。 这城派兵一千，剩下的只有一百；出兵一百，只剩下十个。耶和华对以色列家这样说：“寻求我，就必存活；不要去伯特利寻求我，不要去吉甲，也不要过去别事吧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必化为乌有。寻求耶和华，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像火在约瑟家。” 猛烈蔓延，吞灭他们。没有人能把伯特利的火扑灭。他们使公正变为苦井，把公义弃于地上。那创造卯星和参星，把幽暗变为黎明，把白日转为黑夜，又吩咐海水把海水倒在地上的耶和华，就是他的名，是他使毁灭像闪电临到堡垒。 使毁灭临到坚固的城，你们讨厌那在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恨恶说正直话的。你们欺压穷人，强征他们的五谷，因此你们用琢磨过的石头创造房屋，因此你们用琢磨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能住在其中。你们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能喝园中的酒。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过犯众多，罪大恶极。你们迫害一人，收受贿赂，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。为此，聪明人在这时代缄默无声，因这时代邪恶。你们要寻求良善，不要寻求邪恶，这样才可以存活。耶和华万军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，正如你们所说的。 你们要喜爱良善，恨恶邪恶，在城门口伸张正义。这样，耶和华万军的神或会,会恩待约瑟的渔民。因此，主耶和华万军的神这样说：各广场充满哀痛的声音，街上只听见“苦啊，苦啊”的喊声。人要召农夫来哀哭，找善于哭丧的人来哀喊。 所有葡萄园充满哀痛的声音，因为我必在你们中间经过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渴望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，你们有祸了！耶和华的日子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？那日是黑暗，没有光明的日子。那日就像一个人避过了狮子，却遇上了熊；回到家里，手靠在墙上，却被蛇咬。 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，没有光明，只有幽暗，全无光辉吗？我憎恨、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爱你们的节日。虽然你们给我献上凡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接受；你们献上肥美的牲畜做平安祭，我也不悦纳。你们唱歌的吵声要远离我，我不想听见你们的琴声。 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流，公义好像河水长流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在旷野四十年，有献繁祭和素祭给我吗？你们抬着你们的神撒固王和你们的新神加温的神像，就是你们为自己所做的，我必使你们被掳，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冠军的神就是他的名。阿摩斯书第六章，那些在西安平静安逸的、安稳在撒玛利亚山上的有祸了。你们是这列国中为首之大国的领袖，是以色列家所归向的。你们要过去贾尼看看，从那里往哈马大城去，然后下到菲利士的加特，看你们是否比这些国家胜一筹。 他们的领土是否比你们的领土还大？你们认为灾祸的日子离开很远，你们的行为却招致残暴的审判。你们卧在象牙床上，躺在榻上，你们吃羊群中的羊羔和牛棚里的牛犊，你们闲逸的弹琴奏乐，又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像大卫一样。你们用大碗喝酒，用最贵重的膏油抹身。 但你们并没有为约瑟的败落而痛心，因此你们将是最先被掳去的人。演得享受的日子必要消逝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：“我痛恨雅各所夸耀的，憎恶他的堡垒。我要把城市和城中的一切都交给敌人。”这是耶和华万军的神的宣告。如果在一间房子里剩下十个人， 他们都必死亡。死者的亲属和殓葬的人把尸体从房子抬走，并问那躲在屋内深处的人：“还有人吗？”那人回答：“没有。”不要再说话，不可再提耶和华的名。看哪、啊，耶和华下令，大楼就粉碎，小屋也要破裂。马能在悬崖奔驰吗？人可在那里用牛爬地吗？ 但你使公正变为毒草，使公义的果子转为苦井。你们以夺取罗底巴为夸耀，说：“我们夺取迦宁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吗？”看哪、啊，以色列家，我要兴起一国攻击你们，这国要欺压你们，从哈马关口直至亚拉巴河。这是万军耶和华神的宣告。 阿摩斯书第七章，主耶和华像我这样显示，看呐、啊，替王收割之后，田产又开始生长时，主造出一群蝗虫，蝗虫吃进地上的农产时，我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宽恕，因雅各太弱小，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，耶和华说。 这事不会发生。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：看哪、啊，主耶和华召来刑罚的火烧毁广大的深渊和以色列的地业。因此，我对主耶和华说：“求你停止吧，因雅各太弱小，怎能站立得住呢？”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。主耶和华说：“这事也不会发生。”他像我这样显示。 看呐、啊，主站在一道按准绳建造的墙旁边，手里拿着准绳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回答：“我看见准绳。”主又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我把准绳放在我民以色列中间，必不再放过他们。以撒的各丘坛必荒废，以色列所有的圣所必废弃。” 我必起来用刀击杀耶罗伯安家。伯特利的祭司亚马谢派人向以色列王耶罗伯安报告：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这国家不能容忍他说的话，因为阿摩斯这样说：耶罗伯安必死在刀下，以色列必被掳离开本国。亚马谢对阿摩斯说：“你这个先剑，走吧，滚回犹大地去。” 在那里你可以找食，在那里你可以说预言，但不要再在伯特利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是王的圣所，是王国的圣殿。阿摩斯回答亚马谢说：“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本是牧人，是修理桑树的。但耶和华选召我，叫我不再跟随羊群。他对我说：‘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。’”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因为你说不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，不要说攻击以撒家的话，所以耶和华这样说：你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土地必被人两度瓜分，你自己必死在不洁之地，以色列必贝鲁离开本国。阿摩斯书第八章。 主耶和华向我显示，我就看见一篮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：“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回答：“一篮夏天的果子。”他跟着对我说：“我名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不再放过他们。到那日，圣殿的歌声必变为哀嚎，失手众多，抛弃各处。你们要肃静，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 践踏穷乏人，又除掉国中困苦人的，你们要听这话。你们说，月朔什么时候过去，好让我们可以卖五谷；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，好让我们可以开市卖谷物。我们卖东西就把生豆弄小，收银子却又加重了的砝码。我们要用假秤欺骗人，我们用银子买穷人，用一双鞋换取穷乏人。 连麦穗也卖掉。耶和华指着雅各所夸耀的启示说：“我必永远记着他们所做的一切。这地不应为此震动，所有住在地上的不应悲哀吗？这地必向尼罗河高涨翻腾，向埃及的大河退落。到那日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：我必使太阳在正午落下。” 在白昼使地变成昏暗，我必使你们欢乐的节期变为悲哀的日子，把你们的歌声都变为哀哭。我必使你们个人腰束麻袋，头都剃光了。我必使你们悲哀，好像丧了独生子，自始至终都是痛苦的。看哪、啊，日子快到，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我必使饥荒临到这地。 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，这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。他们从这海漂流到那海，从北到东，到处奔走，要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见。到那日，美丽的少女和勇士都因干渴昏倒。那些指着撒玛利亚雅士玛女神起誓。 或是那些指着蛋的神或别事巴的神起誓的，他们要倒下，再不能起来。阿摩斯书第九章，我建筑站在祭坛旁，他说：“极大圣殿的注定使门槛都震动，砍掉他们落在众人的头上，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死，没有一个能逃走，没有一人逃脱。” 如果他们下到阴间，就是在那里，我的手必把他们揪上来；如果他们升到天上，就是在那里，我必把他们拉下来；如果他们躲在加密山顶，就是在那里，我必搜寻他们，抓他们出来；如果他们要躲避我，藏在海底，就是在那里，我必命令蛇去咬他们；如果他们被仇敌掳去， 就是在那里，我必命令刀剑杀死他们；我必定睛在他们身上降祸不降福。万军之主耶和华摸地，地就融化；住在地上的都要悲哀。这地必像尼罗河高涨，向埃及的大河退落。他在天上建立楼阁，在大地之上电立穹苍。他召唤海水，把海水浇在地上。 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在我看来，你们不是与古时人一样吗？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不是也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看呐、啊，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我要把它从地上除灭，却必不把雅各家完全除灭。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耶和华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必下令，我必在列国中筛以色列家，好像人用筛子筛谷，但谷粒不会落在地上。我民中所有犯罪的人，就是那些说灾祸必不临近追上我们的人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到那日，我必树立大卫到他的帐目，修补他们的破口，我必重建他的废墟。” 使他像往日一样建立起来，好使他们获得以东所余剩的，以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这是行这些事的耶和华的宣告。日子快到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：耕地的必紧接着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紧接着撒种的，大山必滴下新酒，小山必融化。 我必使我的子民以色列贝鲁的人回归，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，住在其中；他们必栽种葡萄园和园中的酒，建造果园，吃园中的果子。我必把他们栽于他们自己的土地，他们再不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被拔除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